9/11恐怖攻击事件21周年了，美国纽约皇后区有一处墓园日前举办了追思仪式，各个宗教团体还有罹难者的家属们一同点亮水灯，祈愿逝者安息。而佛光山纽约道场法师们也应邀出席活动，为亡者诵经祝祷。一盏又一盏水灯漂浮在水面上，温暖光芒承载大众对9/11恐怖攻击事件罹难者的无限追思和祝福。双手合十诵经祝祷，佛光山纽约道场三位法师代表佛教出席活动，用佛门仪式祈愿逝者安息，生者坚强，也引用星云大师法语勉励全场，生命要活得有意义，要发挥光热照耀世间。童军旗鼓队排成整齐队伍，率领各宗教团体和罹难者家属来到9/11纪念碑前升国旗默哀两分钟，当天还有歌手前来献唱。走过21年，纽约皇后区枫树林墓园持续举办追思仪式，不止缅怀罹难者，也带给家属温暖安慰。因为是美国纽约综合报道。